韩国瑜更帅，韩国瑜更帅，韩国瑜国民党全代会韩粉再聚集，挥舞国旗，热情画虾，就是要把韩国瑜送进总统府。期待这一天，也是翻转我们台湾，哦，翻转我们的经济，我们把我们不好的政党给拿下来，做得不好就应该要换人做，我们换人做做看。1月11号，大家加油！摊商通通到场，但这回只送不卖，不计成本，自发性力挺，不只要替铁粉们补充体力，当然也少不了挺台小物。韩国瑜，韩国瑜，太阳高挂甘蔗哥，体恤支持者心柔，要让大家消暑气，大方放送300瓶甘蔗汁，还字字韩市长金句发送韩粉，把它贴到我们的瓶身跟杯子上面。那特别让韩粉能够知道说啊，韩市长所讲的每一句经典的话。另一头还有500份乌鱼子免费大放送。开袋计时是熟食，带来给各位韩粉们比较早来的，就是为了大家补充体力。雪 Q 饼、牛轧饼也要送出728份，支持者场外送东西，不计成本，就是要体现基层民众力挺决心，将韩国瑜送进总统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